餐吗？算有吃吧，我十二点才吃，十二点吃早餐。他竟然有个成就是用我现在这个阶级去帮助进阶出阶的人完成十次任务，有这个成就，所以我现在来玩小来虐小哈，不是来虐小哈。斗阵吗？没有斗阵。斗阵已经没开了。1月10号之后已经10天没开斗阵了。他已经被我放在保险箱里了。哦，我昨天终于把那个都完成了。就是这个。不然、啊、这个，猎人笔记，环境生物，那个谁，空中生物抓到了，大小一直抓到小金呢、啊，然后大金也抓到了，抓了25只哎、欸，那再来零零幺是8只，还有啥？然后这只一直有出现，然后毛吉19只，昨天一直遇到小金毛吉，继续拳王造型，哼，不玩了，不玩了，不玩斗阵了。春节哦，我不知道哎、欸。参加任务，哇！一堆也都在解成就，是不是？好，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他这成就一定是让新手觉得，哇，这游戏。的老手都好有爱哦，都进来帮他们破坏游戏体验。然后殊不知看了一下成就列表，帮助初阶进阶完成任务。那999有点夸张啊！啊，我刚没吃药。等一下，嗯，那让他们去狩猎。我们啊，白痴，我也没有吃饭，算了算了算了。
不是啊，土拨鼠你进来，我也是在打那个啊，成就任务啊。沟通哎，被打死了。第二局是谁？第三局啊？如果我前面没解，仓鼠可以解吗？哈，能吗？哦。所以等有仓鼠的时候再跟我说，我再去解。摸摸，哎，摸你头。对啊，我只想要仓鼠，仓鼠或害影吧。就最近玩的那两只角色，可是现在还要想，已经二十号了，我还剩一个礼拜多一点点时间，就要去弄西 WT 的东西了。第二局星星哦，哦还好。天上天下，天地无双刀，吃火斗技场，好走啦！现在第三场，开台不到十分钟，已经打了三个字，低阶任务了、欸，天啊！欸、所以国中高中生都放寒假了吗？这样的话我会想白天实况别的游戏，晚上再实况那个。喝豆浆。汉有新造型，变脸新造型。哦，是京剧那个变脸吗？哎呦，好像可以上去买一下哦。哦，对啦，那时候跟水里研说要研究那个 FB 抖内的结果，你看我 FB 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抖内了，快两个月了，大家荷包满满满。哎呦，嗯哼哼哼哼。
呵，你在扔啊，你在扔啊，你在扔啊！要笑他。我私下看就好。我是要私下看啊。我现在脖子流血了，就有时候都会有突然突出一块东西，他就手贱去抠破它。第三场，那我来打第四场。我要帮助友善的新猎人阿嘎。好，阿嘎你好，我来帮你阿嘎。安安，更变装备。白痴，我一直按错。Go go！ 还有什么事情？我其实可以开画图台了啦，因为那个时速到了，剩下就是观看数了，没耐冲，对，没耐冲。再敲一次，我的天啊！
你的泪水划过车轮。没新品啊 ！FB 直播的东西生不出来，怎么会有新品？没有啊，这次去只是清清仓库，所以才会说最后一次啦。嗯，画不出新的图，可能等那个啦，之后可能就是请人帮我用啊，但是我人就是不到场。这样子，这样我才有办法，不会说我还要忙那个 FB 的那个直播的东西。